上层谣传 Seventeen 想分队赴硕士 ，Either Enix 将在4月来台举办拼盘演唱会，而4日台湾主办方超级原定也证实这项消息，并5日正式宣布，4月13日韩国电视台 JTBC 将在高雄世运主场馆举办拼盘演唱会 Golden Wave， 引起台湾粉丝热议。据了解，南韩电视台 JTBC 将在4月13日来台录制音乐节目 Golden Wave， 演出阵容包括 Seventeen 小分队傅硕胜、Either Enix、Enhypen、Stacy、Boy Next Door、And Team、Zero Best One、JD One 等艺人。刚得知消息的台湾网友们纷纷惊呼：“卡斯好猛！到时候我一定要去！高雄市长真的太强了！”